等一下，我先把职业讲完。哎，都讲完了吧？大法师，我觉得应该都讲完了。破碎的国王卷轴，血色天使手杖，魔魂之翼。灵魂宝石无极啊！我先打黄金怪才对。哎、欸，遇到人了，遇到玩家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怪物的特效这么帅哦！官方真的很会更新哎、欸，连怪物都有特效了。等一下。强化一下，嗯，最贵的技能术是什么？